派出所，过来。你拿什么东西？断枪！东西拿过来。我的证件在那边。哦，关你证件在那边，先等一下。他利用我的。派出所，过来。派出所，你拿什么东西？我们警察啊，来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东西拿过来。我的证件在那边。我关你证件在那边，先等一下。他利用我的。他的东西呢？手机在那边。他不会靠手嘞。对对对。靠手，从他身上来了。对。我不靠手啊。这个啦，你刚刚跟阿伯拿的啦，那你们两个有没有清楚啊？傻乎啊，没讲你知吧？有没有？没清楚，啊，你没有清楚啊？那我们不信了。向诈骗集团以假借钱的说法，他以民众提款卡被盗用为由，假冒假借钱要来监管民众的一个提款卡以及账户资料，那警方在现场当场逮捕两名犯嫌。在犯嫌身上有取出作案用的手机一支，提款那个提款的那个账户啊两本，以及所使用的电话信卡三片。另外，在一名嫌犯的身上有取出啊多个护身符啊。多行不义啊，就算跟审理犯嫌的护身符，还是难逃警方的把握。啊，这个全案我们分析啊，申请后依诈欺罪嫌啊，移送云林县地检署做一个侦办。